哇哦！等一下，大灾难！干什么？一开台的失误是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等一下下，有事吗？是这样子跟大家说嗨的哟。等一下。等等。好，等我一下，把它东西全部捡起来。在干嘛？是不是久久开播一次？刚进来就被你们看到事故。我觉得我需要去换个衣服，因为呢，好热。还是，哎呦，不要再倒了，拜托。等等呢，这样子好了。哎呀，还是我吹电风扇。这好像还行呢。我是一个还没有化好妆的状态，等一下啊！嘿，哎，我忘记我炸毛，我的炸毛还没有处理，什么状态？等一下啊！为什么这么黑呀？啊，手机忘记了，等我，哈，啊有了，为什么我的脸这么？把手铃关掉，为什么没插？什么意思？我把它关掉了，为什么还没插呢？是看不懂的哦。调到设备不稳，等一下，好，这样吗？乐透没错，最近是。我最近都蛮常露额头，等一下，我的眉毛也还没画，害羞，知道吗？得，我们先擦个口红，这边擦了，侦测脸的功能故障，没有啊，等一下，转移过来一点，前这个颧骨是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你们就先看我化妆吧，因为是晚上有事情，所以我们就来化个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林。今天到几点？今天到7:30，这是2.5小时。但我刚刚有晚一点点，所以可能7点多。不对，不可以，7:30。应该是了，七点半，好像不能多开，因为我时间好像是抓刚好的。看一下我镜子放哪里。6点会先跑，好的，没有问题。我最近，等一下，请问这个脚是想怎样哈？可不可以回去？哎呦，肚子被你们看光光了。我真的肚子是我全身上下最黑的地方哎，我是看不懂的，我又不常露肚子出门。最近蛮长，但是之前没有很长啊。为什么我肚子这么黑 ？Why？ 是不理解的。修个脸。
名副其实的腹黑。谢谢，好有梗哦！天哪，天哪！你们买生血了没呀？我刚刚发了一个限动。哎，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是这个颜色不对吗？很少用这么浅的，因为我的另外一个修容原本是眉粉嘛，然后呢，它被我用到就是剩这样子。哇，我真的是很厉害，你就看看我的脸有多大，修个容可以把它修成这样子。没有买很多啊，原来如此。都买买的说，是这样子的、哦。谢谢 Sparky 是非粉丝团，要买个调色盘真的需要了，巨大的那种，是不是很不方便携带？各位，我知道你当然要早就买了呀。如果你真的没买完，应该是。就不理你这样子，哎，雨林一定变很好吃，法拉吗？我是什么红心法拉？四月底为什么会让你喷鼻血？为什么 ？Why？ 你们四月的生血真。是怎么样？你们很期待是吗？这个刷子很方便，就是可以修一修，然后顺便修个鼻子。怎么都有人知道后面是什么样式？我也不知道。你们真的很厉害呢。是有人已经知道了吗？因为我都不知道的事情。怎么可以你们先知道？嗯，是到底是姐姐偏心，还是我自己没在注意？啊，这么的，眉笔不见了。眉笔，哎，我的眉笔没了。出来呀、啊！出来！这样的，哦，是这样子的。等一下，哦，因为我的眉笔嘛，眉笔在哪里？相信姐姐们一定会给出赞助品，那是当然啦、啊。就是我们的生血真的是越来越，一次比一次还要精致，对不对？一次比一次还要进步，然后我的眉笔你到底要出来了没？知道我现在是没有眉毛的状态吗？眉笔叫什么单着的？啊？哦，还是我换了一个，这里有点眼睛，没有啊？为什么呢 ？Why？买的ください。可是这个颜色不对呢。阿水的眉笔到底是去哪里了？怎么可能没有？怎么可能？就这里吗？你在这吗？眉笔 ？Maybe? No? Where are you? Hello? 可以出来吗？算了，我放弃，我就用不对的颜色，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自己看。用
用心在公演上，公演还要怎么用心？就是公演不是都是固定的吗？是吗？是这样讲吗 ？Maybe 跑走了，他自己跑走了，去找谁了呀？这个风吹的有点烦耶，但还是去换个衣服好了。可是不是现在？这个猫可不可以过来这里啊？哦，这样子。定住！他是去找你吗？可以叫他回来吗？拜托，我需要他。OK， 好。然后，给予灵魂母亲什么东西呀？啊？是不是我可以额外收费一下？什么意思？什么真的？我要生气了，再说毛。我先把它定住，这样。哈，定住。偏蠢，但是他等一下就会在那里了。对，相信我，他会定住的。你们觉得我露额头好看吗？我想要留中分的，各位。现在什么发型？就现在这个吗？这个不是我今天要的发型，只是先让它定住这样，然后待会就会。你看，一下下就可以，它就会定在这里。但我们还是就是先多用一下这样子，这样好定住。然后我先画其他的，这个眉笔也是眉笔没错，但它的颜色就是不是那么的对。它是黑，哎呦，哦，我也是第二次用这个眉笔，所以吓我一跳，哎，吓我一跳，你看它多黑了吗？我生气了。最近你是水逆，大水逆，什么事情都不对。哈，你说说看，一个眉笔也要这样子欺负我？我决定，我要用眼影来画。可是我这样子两边会不一样，所以这里先补起来之后呢？等一下，你说什么？一直在哪？能不能想要拍你额头？什么意思？是这个颜色没有？哎呀，这个颜色就是它眉毛通常都要配合发色嘛。啊，我就是我找不到我的眉笔呀，为什么？戳掉它，眉毛，我的眉毛缺一角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的眉毛就中段特别有毛，啊，这里前面其实是有，只是你们看起来像一节一节一节，但它其实是就是它本来就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用那个眉粉，这个眉粉就真的就是要用来用眉毛的，来，用一次。剩一点点，还是可以把它用完的，这样比较好吗？好像没有，算了。这个眉毛太平了吧？这个眉笔带去哪里了？怎么会突然不见了？为什么 ？Why？赞助一只哦，其实应该是有，只是我没有去找。我记得还有一个之前的其他的颜色 ，but 我们现在就先这样子，用粉刷取代一下。粉刷，是啊
我现在是用粉刷，没错，就是这样子随便画画。化妆其实就是跟画画一样，只是你的脸是你的纸，然后就在上面随便画画。中间可以不要这么深吗？因为中间就是我应该是柴犬吧，可能柴犬不是眉毛在中间吗？对，有空再把其他眉笔找出来。其实眉笔应该说眉毛其实是很好处理，原本的话因为原本有刘海嘛，就随便弄一弄就可以，可是现在呢我就是想要留中分，还在尝试当中，所以不知道会留到什么时候。穿长袖，对，所以我刚才想说我要穿衣服，但是不是现在，还是我现在先去换再画，因为我就是觉得长袖比较好看。我不想要夏天呐，好用。看什么？中分衬线跟衬线，哇！谢孝贤的漫步云端，哦，这是新的特效吗？他跟晨晨像，我跟晨晨像吗？我跟晨晨像吗？没有吧？没有啊，我跟他完全就是不同风格的呀。虽然我跟晨晨像好像蛮合理的，毕竟他是我妈嘛，对不对？可是很像吗？主要是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那个去学校的时候，然后我同学就说，为什么你都不露额头？然后我说哦，好吧，那来露露看。结果我那一整天我就全部都是中分，就是那种就没有绑东西，就是直接这样子的。然后呢，哇，无敌方便呢。然后你也不用去管你的刘海到底是开了还是怎么样，因为它本来就是开着的。然后呢，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流汗的时候，就是变成那个古装剧这样子。对，啊，其他时候其实是很不错的。流汗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这样贴着。所以我现在去学校，我也都会还是就是戴着帽子。啊，前面还很干爽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中分。然后呢？热了的话就戴帽子，这样完美完美。明明这么好看的几百楼，因为它太高了，谁叫它长这么高？是不是主人都长不高，它长这么高干什么？对不对？不公平嘛。嗯，而且还是要给它露的啊，它的那个窗帘也是很爱自己拨开这样，所以。多多少少是有自己露出来的，然后的眉毛就再给我乱画，为什么发生什么事？这样看还行吧，算了，就这样吧。要看是不是像我的林？你觉得林姐有刘海比较美哦？真的？我只有就是知道我。留中分就看起来很老，可是我觉得也还好吧，没有说老到哪里去。我那天问我同学，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中分好还是有妹妹头好？说两个是不一样风格啊。我说我知道啊，你要选一个啊。然后他说就是中分很好看，可是看起来很老这样。我说你才老，哎，不，没有了。我说可是其实就是也不一定要看起来很年轻，对吧？也就是我觉得中分可能比较符合我的年纪嘛，吗？我不知道，他们都太习惯我可爱可爱的样子。
有刘海会比较可爱一点。对啊，可是我就不想走可爱风啊，是不是？就已经脸就已经是可爱了，就不能再继续可爱了，因为要平衡一下这样子，不然虽然都只对我有可爱的印象，是不是？偶尔要跳脱一下。又来了，又到了你的叛逆期。你的叛逆就是想要成熟，这就是我的叛逆。为啥不想做可爱风？就是可爱，就是我只要一讲话就会可爱了，就破功了这样子。所以没有，主要是我那时候也是他们就我们后面会有一个学校有一个活动，然后反正就是要出表演，然后呢我的同学就找了我朋友，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去跳那种有一点小性感的舞，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旁边看，我说为什么不找我跳，就是他要找很多人嘛，然后我说我也想跳这个，然后他就说可是因为这个是比较性感的，然后就是选了这首歌之后，他第一个就想到我的朋友了，然后就说我比较适合可爱风，我就不要，我最要当辣妹怎么样啊？然后在那时候讲说，我说那我呢，他说你就是可爱风啊，我说你再讲一次，你就是可爱风，我说你再讲一次，说你要我讲几次你就是可爱风，我不要，哼，不要，不要。我在学校真的是很爱跟他们吵架。我就不一样了，不超过20次。你会发火吗？我知道我是可爱风，但是我想走辣妹可以吗？我想要当辣妹一下可以吗？最近长大了还在那边一直可爱可爱，对不对？可爱是之后是偶尔的事情这样子，像我觉得我昨天也很好看，可是我的照片还没有发到，还没有拍到，就是那个是之后会发的照片。你我的眉毛真的有够黑，不是很大呢。就这样吧。我现在画眼影都偏随便，就是鼻影画完之后带一带，消个肿就好了。完美啊！你的嗓音很难让你变完美，对，没错。所以现在可爱让你碰到瓶颈，对呀，是不是？以后老了也是可爱，可爱阿嬷这样子，可爱阿嬷这样子。啊，你看看我的头发定住了，完美，现在就是一颗蛋，我的中分就是一颗蛋。再加一次，这看起来很奇怪，对不对？我大概知道了。就是完美的一个弧度，啊，我的另外一个夹子嘞，可爱阿妈会笑跑一台，哎，干嘛这样子？干什么这样子？哎，被你看到我的，看我的 baby 毛，这个胎毛哎，所以其实这里的毛如果长出来的话，我的额头是没有这么高的，可是偏偏呢，它就是这么短，然后就一直在这里又不长，你看。你看，其实我的发际线也是没有到那么上面，但它就是不长。你看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它就只要长长了，我的发际线其实是很前面的，啊，其实是正常的，没有到很前面。你看，是不是？为什么不长长呢？我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就是掩饰我额头高这件事情，接受了这个事实，
所以可以直接来讨论我们的额头，我们的额头，我的额头，在讲什么？好了，我们来聊个天。你们这个礼拜在干嘛呢？还是可爱路线发回来还是有时间的。哦，对啊，把他已经放线动，别这样子出卖我好不好？出现就有，不会长长。为什么不会长长？可以长长一些，还是我自己剪多一点胎毛这样？有这样子的吗？在上班等于零，很棒很棒。好，我还没画完。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手势，我跟我同学，我们现在就是在，比如说讲到什么，想想，比如说。有人讲了一句很尴尬的话，然后我们就这样，或是自己讲了一句很欠揍的话，就这样。这个手势真的很好用。好，没事，我只是想分享一下，各种耍蠢，算双马尾造型吗？算吗？也不知道。是我昨天绑了一次之后，我觉得蛮喜欢的造型，所以今天再绑一次。怎么越找不到我要的东西了？他刚刚不是在这吗？是吗？能点红包？好，我先看一下红包设置。好，我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的东西呢？到底啦？为什么啦？哇，谢谢小贤的红包，谢谢小贤。有小翅膀哎，赞呢，很棒很棒。不是谁要吃爱我的？我是康博士才拿吗？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我的头脑一定有问题。那我们先等小翅膀结束，然后我们再来分享这件事情。提醒我，待会有分享一件事情，我头脑有问题的事情，头脑有问题的事情，什么鬼？不是啊。我刚刚还有看到我要的那盘呢。不要说你这，谢谢啊，真是谢谢。所以我的东西都去哪？抽来。看到他的在问什么？Hello， 怎么会爱上这么可爱的？这样子会说话的啊？我还没处理我的战矛，再看他。Why？ 为什么？是不是刚刚才拿着？然后呢？他是去哪里？也不知道。好，现在来分享好了。就是我那天
跟我同学要去买早餐，然后是帮其他人点，就我自己是没有要吃的，因为我吃过了。然后呢，我就点了之后，我同学要什么培根蛋饼，然后要肉排蛋吐司，跟一个什么，我记得这两个东西而已吗？还有一个什么吗？好，不重要啊，一个大卤肉饭。好，反正就是点了这三样，我就是要点这三样而已。我就讲嘛，啊，结果最后拿餐的时候，那老板就问我说，你的薯条要加胡椒粉跟还是番茄酱吗？然后我想说，我没有点薯条，我就很直接的讲说，我没有点薯条。然后那个老板就愣了一下，然后跟另外一个店员对看，然后就哦好，那然后就算我其他钱。然后结果我回去的时候，我同学就跟我，因为他在旁边等我，然后呢，他说你刚刚有点薯条啊。我说哈，我没有啊。他说你有，你那时候讲说什么啊，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一份薯条，还有要什么吗？什么什么？他说哪有，我没有，是不是完蛋了？脑子有问题的，完蛋。没有，我真的没有这段印象，我就印象就只有我点了我要点的东西。说没有，然后他们就说我有点薯条，我说我哪有点薯条，然后说有，然后你看那个老板就是不知所措，我说我也不知所措，哈，烧麦奶没有烧麦奶一样啊，就是多了一个薯条，只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点的薯条，完了，完了，完了，不是，我不是故意的。然后我同学就一直说你真的有点薯条，然后我后来又去买一次，然后我点完所有的东西之后，就这次没有人要薯条，他要的是脆薯。然后呢，我点完之后，我就问我同学说，我刚没点错吧？没有多点薯条吧？没有吧？没有吧？然后说没有，你点的是脆薯。我说好好好。然后去拿的时候，就老板又问了一句熟悉的话，你要加胡椒粉还是加番茄酱？我说胡椒粉，然后我就回去说脆薯，对吧？然后他就对啊，好可怕，吓熟人了，很可怕呢，还要再三确认哦，没有没有点错吧？没有吧？没有吧？他说对，像个笨蛋一样，我都给，然后还会有那种。比如说啊，上一次我们要练习，然后我跟我朋友会晚一点点到，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要不要先在群组讲一下，说我们两个会迟到，然后说哦好啊，然后就点开群组，我就忘记这件事了。然后那时候还有半个小时吧，结果已经整点了，然后我朋友才说。啊，怎么没有看到你在群组的讯息？我说啊，完蛋，我直接是忘记哦。前一刻我自己提的东西，我就忘记了，完蛋了。在梦游啊，在梦游，我是爱丽丝吧？可能，我不知道啊。那家店变成黑名单，再去炒蛋卡没有？可是那个我不是故意出糗的，那个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忘记。而且那个老板当下也没有说你要点啊，这样子。但我可能还会确认一下，他有没有？他就这样。哦，好，那你的是什么这样？对吧？完蛋了，真的完蛋了。我的脑子到底装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可能装了你们吧，是不是？是不是你们在那边消耗我的脑容量啊？还要怪在你们身上哦？是不是你们？说说看呢、啊？正常，正常，这很正常吗？
哪里正常啊？这已经不是那种钥匙拿在手上找不到钥匙的问题了，是整个忘记。初老，喂，我才18，要19岁而已。然后反正最近就是各种水逆，就是要什么东西找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出门就是永远都会就是有一点快迟到这样子，偏晚出门。虽然都几乎都还是会超级准时刚刚好到，但就是会很急。居然是你们，刚遇到呢，笑死！真的是不理解，不是不理解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未老先衰啊，有这样子的吗？怎么可以呢？分享了什么？还有什么？上班常忘记带笔，又有行程好，什么行程好？初老吗？很像什么新的里程碑？还是大家最近都有忘东西？那我就放心这样子。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我的问题。没关系，反正通常我不记得的事情我朋友会记得，他不记得的事情我会记得，很棒很棒。被某人忘了很久，要不要想一下？你说影片吗？我跟你们说，我这次真的有记得要影片， but 我忘记把我的 iPad 带回来，在那个我同学那里，因为我们上次在做就是系学会要用的海报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借他画，结果呢我就忘记带回家了呢，反正就是偏笨这样子。最近真的是偏笨。然后我的眼影盘到底去哪里了？我真的很想找到它，它的颜色巨好看。没有啊，为什么呢？我换一盆用啊。那你说还不知道换哪一盆？放在同学家，不是放在同学家，是就是那时候借他们，因为他们住宿舍嘛，啊我就借他们用，啊我就忘记拿回来了。作业没，不是，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我是有想这个，就是我是有想到这件事情的，但就是偏偏忘记带回来。我就跟你讲，不是借口，我真的有想要播给你们看，我还特别记得，好，我要转影片，结果我想，我的 iPad。不在我这，你们没看今天这么的安静？备忘录吗？你说要拿回来这件事情吗？因为那时候觉得拿回来好像不是一件很急的事情，结果不好意思，偏急。毕业前交出来就好，对嘛？你自己讲的嘛，是不是？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是真的忘记了，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Trust me, OK? 突破全开，哪有？还没有，还没有嘞！呀，我
我说我要换一个，然后结果另外一个哦在这里。最近真的偏笨。这是可以用的颜色吗？哦，有呢。哦，挺好看的。嗯，找到一个好看的腮红颜色，也是不错的。你看看，就是说不定有的时候你找不到东西，只是因为就是在让你尝试新的东西，对吧？就是当你找不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寻找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你就会刚好发现，哇，这个替代品很好用，也是一种新发现，肯称啊。哦，真的很好看，是喜欢的。人生哲学，对，跟呆国呆主是位啊，可以不要吗？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不同 level 的 ，OK。我只是不小心掉入了这个圈子，会出来的。他们是一直都待在里面，哎，好，我自己感受到我今天的地图炮了。找在里面，哎，不是这样子的吧？怎么可能找不到我呢？井路逐步呆吧，偶尔蛮，有的时候蛮呆吗？他呆又不是我讲的。但是刚才黑流星吗？是你们说的呀，对不对？又不是我说的。下礼拜直播一次吗？对，对，没错。今天的腮红真的看起来特别红，好喜欢。忘记什么？哦，我忘记，对，我忘记下一个礼拜应该是那个礼拜六，可是我忘记几点，我应该有尽量排开，可是就是好像反正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天吗？是吗？今天礼拜天吗？对，今天礼拜天，晚上就知道了。对，于爱玲很忙，好辛苦了。最近头脑偏忙，他的公演玲玲状态要调整好吗？公演要调整什么状态？公演模式吗？公演不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吗？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然后跟我们说，我发现一个很好看的，这个高光，这个光，哦，这个光泽，哦，看到我鼻子的光了吗？哦，昨天发现的，突然发现这盘里面很多宝藏，又有好看的腮红，现在又有好看的打亮，对，可能有人不懂这种东西，但是没关系，我懂。好光，对不对？是不是在发光了？呜、哦，累到睡着。哎，体重、肌肤状态，我跟你说，你们一定会。等一下，这样看不出来我凹了吗？啊，最近脸偏凹，有人感受到吗？没有的话没关系。你们看我本人就知道了，没有瘦到哪里去，但是有瘦。嗨，陈，还好吗？这里，可能镜头真的是巨把我的脸放大，可以不要这样子吗？这个镜头就是在欺负我。没关系，
你们看到我就知道了。下礼拜是立体的，什么意思？比如说这里啦，这里就是这个这样子凸一个凸一个这样子。比较需要用摸的，哈，好，没有给你摸的一说，我是侄女，我发现我真的是侄女，巨侄的那种，夸张夸张，看起来好亮，这个红很厉害呢，真的很厉害，然后把这里打蓬一点，这里是这个是亮的，等一下我试看一下。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好，不是这么一回事。要这个。到底是凹还是凸？这个是，目前是，这里是凹的。看不出来吗？这里是凹的啊，没关系没关系，就是镜头的问题。凹凸不平，是凹凸不平没错。再来看，好的，没问题。然后我现在要来拿我的另外一个眼盘化妆，我真的是傻眼，我的那个眼盘都去哪里了？询问一下，可不可以出来？脸颊会画阴影吗？会啊，可是这个不是阴影画出来的，那个凹不是阴影画出来的，是它真的就凹了这样。真的是有关。我最近超爱碎碎念，好像不是最近，是这几个礼拜都是一直碎碎念，然后自言自语这样子。服饰批评，理解。帮你帮忙铺平哈，是可以办到的吗？怎么 Sparky 从捷运开捷运变到医美了？是不是？是吗？是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人一直碎碎念，是没错啦。但是我就是现在变成在一般平常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碎碎念。最近的皮肤状态好像不是就是这样子就能调回来的，所以还在给他慢慢习惯。那睡啊，快笑死！你们身边有人要来报名我们的三期生吗？好奇一下。雨林痘痘很少，觉得肤质不错。对啊，我不常长痘痘，我就说我前阵子是啊，这阵子是脱皮，对啊，多多少少会有粉刺，因为每天化妆嘛，所以已经算好了。其实我觉得，秘密练习中，用面粉，好 ，OK。期待三期生进来，你们期待吗？会比贞子还红？太白粉吗？会脱皮？
什么时候变成蛇蝎美人了？我一脸就不是蛇蝎啊。脱皮是太干燥的那种脱皮、啊、有什么建议吗？你说朝三起身这件事情吗？ OTK 是什么意思？今天没有防晒，对，没错，因为我的 iPad 忘记了，忘记在朋友那里了。这一盘就没有这么的好用嘞，就另外一盘更缺，非常难过。どこ？どこ40？什么意思？披生活照。不可能想要这样子进来吧。现在成员资源会更少。嗯，是没错。但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事情，不是吗？就是要加油，这样子。只是补人呢，英主都不够人了。长发飘逸，微条脸条女生脸，是这样子的。哦，我喜欢我最近的妆容啊，自己讲。资源更少，但粉丝会更多。啊，会粉丝，对大家都喜新。你们会喜新厌旧吗？我已经经历了两次喜新厌旧阶段这样子，然后现在又要招三期，第三次这样子，是不是？第一个是旧爱还是最美好这样子。更爱初衷，就是就算有新的喜欢的人，还是要不忘初衷，好吗？好吗，各位，可以吗？啊，是可以的吗？嗯嗯、好了，不要再玩了，别闹别闹，影响要偷跑台哦，这样子中高啊不。中高我在讲什么？高中不好吗？什么意思？啊，初中吗？偏难笑，顶多增推，好，好 ，OK， 不是那个初中，对呀、啊，不是那个初中，好不好？不可能，不可能以为是另外一个初中吧？被笑死！真推贤子吗？贤子要跟我抢粉丝是不是？嗯，我一定抢不过你，真的是偏不在行。有带回家的吗？是雨林的仆人哦，哦，我是主人的，是不是？这么酷的吗？突然很安静，因为我在画眼线，等我一下。哦，这个眼线笔它的设计其实偏难用。它很像那种圆珠笔还是什么？啊，那个不是有一种白板笔要按了它才会出水吗？它就有点像那个。
然后就有时候就会一直要按它。你看，又画不出来，到底。我不要用你了，生气。Hello， 福福猫。还好我还有别只，看起来像奇异笔。没有，它就是一个，其实还不错用的眼线笔，只是应该是说它的墨水不错用，可是它的笔的设计不太好。哎，奇异笔就是那种啊，又便宜又好用，又不会掉色这样，然后还可以用很久这样，是不是很棒？只是我还没尝试过，所以我不知道好不好用。你们有人可以先去尝试看看，再跟我就是分享你们的使用心得。我平常是没在用蜜粉的，不然我就推荐你们那个，我们那时候运动会不是有像是那个吗？面粉吗？那个很好用，不会脱妆又白，是不是啊？你们看是不是觉得我的眼线太多了？但我就喜欢这样子的，奇异笔不用写。哎，我姿势偏丑。平天呐，用的反扑音像是七笔用脚尖的。用油漆比较恭喜卸不掉，哇哦，半永久式的那个眼线是不是很不错呢？我感觉不太一样呢。OK， 好像真的有点太多了，对不起，但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吧，就这样子吧，啊哈。我知道了，应该是下面不够，你补一个，补一个，补个补个。看镜子还好，可是看这里好明显。可以修，可以啊，我婆婆也有修，是不是之前就是都会去修什么眼线，去纹眼线是不是？是吗？有这种东西吗？看我化妆要化多久？对不起，我发现我最近速度真的偏慢，因为呢，我出门我都会留2小时，就是只要有事情的话，然后不然其实1小时迅速弄完是可以走的，但就是我会怕我自己有东西没有拿到啊，干嘛干嘛，然后还可以拖一下这样。我现在是连2小时我都可以很急忙出门呢，就是明明就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但我还是可以拖2小时。我是不理解的。
准备好的 Sparky 拜拜。很长吗？那把它弄掉一点点。要不要？好像没有。谢谢 Sparky 的梦幻幻烟火。为什么要点字字呢？拜拜。就是觉得我为什么一直在补口红？因为我想要调一个颜色。为什么要叠字字呢？梦幻幻烟火，这样比较可爱嘛？嗯？嗯？换新口没有，那个是之前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嘛，之前有一次化妆课的时候我跟我朋友一起赢得的奖品啊，之前都一直放在他那里，然后现在被我拿回来了，因为他就只有一个奖品啊，啊结果我们两个都特别厉害，所以就两个一起共用一个奖品啊，现在最近都没看他在擦，所以就把它拿走了，哈哈哈哈哈。嗯，想要再画一个东西。噔噔噔噔。这样子随便戴一戴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鼻子修得很好，一定是因为那个光。对，还有什么吗？啊，忘记放进去。晚上还要出门吗？会啊，就是因为晚上要出门，所以才不是晚上播，不然就晚上播就好了，对不对？处理我炸毛的头发。发现它不是炸毛，它是乱歪，还是来卷个毛？有必要吗？要吗？你们觉得呢？今天就是看我整理自己这样。晚餐吃什么？妈妈决定，没有决定好，不知道吃什么，应该是等妈妈回来吧。卷头发吗？这也不用到这么好看的出门，但是看不习惯我的炸毛呢。
腿刷毛，什么意思？没有这种东西 ，OK。那是 BB 的特技，干嘛要跟他抢呢？是不是？交给他表演就好了。我那天发现我的双眼皮很厉害耶，就是我那天只贴了双眼皮贴，贴了15分钟吧，然后它就自己定住了。那就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直接在我想要的地方呢？偏偏一定要等我贴了之后拔掉，它才要定住。看是不是多此一举？但也是不错，至少它会定在那边。特务生写有什么好玩的事情？特务生写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拍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一直想要走辣妹风吗？结果就是拍的那声线让我知道，我不适合那种很酷的那种、很帅的那种辣啊，是比较适合我最爱的甜辣风。对，我想要走那种。偏美式风格的，需要靠工具支撑一下，是这样子吗？这不是的。PD 教官吗？是吗？是这样子讲的吗？可能是吧。把枪口对着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哎，那个枪很漂亮，那个枪上面有蕾丝。只是呢，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我拍不出那把枪的美。没事，对，飞天小女警就是有一点，不是那种意识。但我在学校，我跟我朋友，我们三姐妹是。自己说自己是飞天小女警，啊，我是那个粉红色那只叫什么名字？哎，我是粉红色那只吗？对，就是头上有一个蝴蝶结。可是我其实没有看飞天小女警。南方公园什么？南方公园？南方公园是什么？啊，我想睡觉了，打个哈欠。南方公园是什么？收东西，这里偏乱。没睡饱？有啊，有睡饱。今天算是睡蛮多的。哎，对耶，我今天睡蛮久的。我从昨天晚上几点睡？1点多，2点。今天是10点才起床哎，哦，蛮久的，蛮久的。下周再补是什么？没有没有，不用，不用不用。辛普森哦，真的、哦，我为什么没听过？还是其实我有听过，只是我不知道那个叫南方公园，也有可能。完美，就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来把我的这个立完。OK。
现在今天是什么？3月20号吗？下礼拜就是 reset 公演，很期待，很棒哎！好久没有表演了，是期待的，是开心的，希望可以听到久违的你们的很嗨的口声。为什么今天这么黄啊？是因为衣服吗？下次不能穿蓝色吗？宝宝蓝很可爱耶，结果我今天这么黄。在远方帮你喊口，吧，好，有人会来看吗？有谁会来看公演？来跟我说说。居然有人在吗？是不是大家都睡着了？是不是跟我一样想睡觉？真的，最怕突然安静，真的是。来，我就看看现在谁跑掉了。燕回来，太棒了！到了，我知道，嗯，好哦，哼哼。啊，你在哦？干嘛不说话？啊！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喜欢放我尴尬？钟颖回来，太棒了！大家应该很需要补充能量吧，对不对？这么久没有看表演了，刚在走路哦，好吧，认真走路，不是，是走路小心，不是认真走路，什么东西？刚下班，辛苦了。夹娃娃又在花钱了，是不是？正在吃晚餐，阿翔吃什么？送我，你要送我，你要夹娃娃送我。都要夹给我的啊，这么棒！是难吃的派，是什么咸派吗？吃饱了吗？还没有，等吃。已经破个洞，要等。哎，你是甜甜圈吗？我的心破了一个洞。咸派呢？不是，是阿翔在吃派。可是他说是晚餐啊，还是你晚餐吃甜的派当晚餐？不是吧 ？Hello， 秦湖。今天绑头发，对，绑头发。没错，哦，我的电棒加好，加热好了，再订 Uber Eats。等一下，是不是上面没看到的？那，哦，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外送真是特别的方便，但我很少。自己订外送，都是可能在学校练习还是在干嘛才会需要用到外送。在烫头发，对，在卷头发，因为我看不习惯它炸毛，所以把它卷一下，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我的头发只要分3撮。
它就可以用完，用完一边，就蛮快速的其实。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挑染都长出来了，你看到吗？这个断层，吓死人了。好像没有比较好。谢谢樱桃猫的幸运事业场。Hello， 这一撮是想怎样的？好呀，回去啦。哦，好了。刚刚是发生什么事？可以不要这样子吗？跑出来了，对呀，别闹了，下来，这样子，哎呀，好了，好，卷的好像还比较好。应该比较好耶，那不准了啊，那放弃另外一边，把这边弄得不要这么卷好了。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我吹残的，一下卷一下不卷的。这边一次给他用完，谢谢龙魂祥 A 的缘分相遇，这样好，一起。哦，直接一起卷这样子，偏懒惰。这礼拜是不是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哦，我可以分享我昨天跟果果遇到的事情。我们昨天在公司楼下，然后他就看了一个那个很香的。沐浴乳还是洗发精，然后呢，他就想要闻其他的味道什么什么，然后不是通常逛完之后就是，他其实是真的想要再继续就是再回来看的，然后反正他就说那我们再过来看看这样，我们待会再来看看，因为我们要先去买其他就是，我们那时候是要干嘛？我们那时候是要去买晚餐，然后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等一下再过来看，就如果有时间的话，怕食物如果等很久，那我们就没时间了嘛。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先去买。结果通常讲这个时候，不是店员都会就比如说点个头或者是什么。然后你知道那个店员回我们什么吗？他说：“先买呀，先买。”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回答，谁会回说先买呀，先买？我们说，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他回我们先买，然后反而他讲了这句之后，害国师就不敢再去看一次，超好笑的。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回答，还是这个回答其实很正常，是我们大惊小怪，不是吧？应该不是吧？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很酷吧？然后你看他这样讲了之后，郭生日反而不敢去了。第一次听到，不是这样就哦好，
没关系什么之类的，先买啊先买，可能缺业绩哦。但那个洗发精是真的很香，是厉害的。Hello， 回回，好，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啊，怎么好像又没事可以分享？逛街的趣事，我觉得可以聊天气。这件天气的事，我非常的不喜欢，因为我觉得现在才三月，还没有四月，然后就给我热成这样子。虽然偶尔还是会冷一下，但是太夸张了吧？这样我们夏天怎么办？Hello， 勇哥，谢谢麦麦的摩天轮，谢谢回回的浪漫玫瑰。然后我们又有体育课，体育课还要测800。三月开始就不用了，真的不用，真的不用这么热，没有人需要，对不对？谢麦麦的。带你去流浪。今天还好，今天，哎，天黑了，我还没出门呢。啊，我今天没有出门呢，就天黑了，好吧。反正就，对，最近偏热，还是下礼拜会变凉吗？有这回事吗？我每次都没办法好好预测今天到底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因为每次我穿长袖，就是比如说带了外套出门，结果那天就是特别的热，明明就说可能温度会比较低这样，啊，结果就是特别的热。然后呢，我穿的比较少的时候，那天偏偏风又很大，冷死我这样子。可不可以一个就是刚刚好就好了，时热时冷。对啊，我是真的很喜欢冬天的太阳。然后我那天我还想说，哇，现在有太阳出来，然后就是那个天空很漂亮嘛，心情就会很好。然后结果晒一晒，突然觉得不对啊，这太阳怎么这么热？它是不是应该要冷一点点？太热情了，这个太阳公公，真的不用多带一件衣服。可是我就是，哦，哈，可是我就是懒，对，偏懒惰。但现在出门还是会带着外套了，就是以防万一这样。都能穿短袖，最低就加减背心。哦，是这样子的。谢谢麦麦的扑通扑通。大家在吃晚餐是吗？我下次不要这个时间开了，没有人陪我聊天。参加生日会就是穿短袖，犹豫要不要在机车放外套。哦，所以都是我每天出门也都会看天气啊，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准呢？等我吃饭，你才要吃，你赶快，你可以先去吃啊，没关系的。Hello， 夜空 sky， 会不
不会有人参加生日？哦，对吼，对吼，今天是谁的生日回去了？三月十。为什么我觉得最近一直有生日会啊？因为二月跟哦，二月在三月半，是吗？是因为这样吗？今天是涵涵哦，炒饭八方，咖喱饭，焗烤选一个。都想吃焗烤，我好久没吃焗烤了。啊哦，彩杰跟杰星，原来如此。想吃什么晚餐？不知道，我自己是没有想法。就焗烤，听你的。太棒了，焗烤很赞呢。可是焗烤就是有点可能热量偏高。那吃寿司好，你说我吗？吃寿司吗？还是你吃寿司？还真的有点美式，是吗？是这样子的吗？很贵啊，就要买两份炒饭。那买炒饭，那吃炒饭，吃寿司是可以的。一起吃意大利面呢？好久没看你吃，已经不爱了吗？不可能不爱，不可能，意大利面是不可能不爱的东西。只是我都最近比较少吃而已。但是焗烤是两个月前，我好久没吃焗烤，我已经不知道我上次吃焗烤是什么时候了。可能今年还没吃过，应该是有啦，只是我忘记了。可是现在家里好像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但我妈咪应该是要回来了，太棒了！松烟，有事吗？可是寿司的话，哦，便利商店的手卷可以算寿司吗？应该也可以吧。我觉得便利商店的手卷很好吃，寿司郎有外送哦，寿司郎有外送哦，这么酷，太酷了。玉米寿司派，我是，就是偏浪费钱，但是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哦，真的哦，哦，好棒哦。我想想，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最近。口味好像没什么变，寿司外送，哦，这么棒！日盖是什么？日盖是什么？一定会是因为你都只吃一盘，好不、哦？
定会。吃寿司，可是哦，那个是因为价钱，好不好？不然也是可以多吃几盘的，好不好？绿盖茶是什么？焗烤安饭是什么？饭面选一个。嗯，你说焗烤饭还是焗烤面是吗？当然是焗烤面。哦，哈，焗烤饭好了，炖饭，焗烤炖饭好像不错。因为有些焗烤面呢，它会是笔管面，我不喜欢笔管面，我喜欢直条的，就是这一般的。甜辣泡食是什么？这样吗？这样有甜辣的吗？笔管面感觉很难下肚，没有，只是就是我比较喜欢意大利面这样卷卷卷这样吃，其实吃起来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我就是喜欢这一般的那种面。笔管面我有发现呢，但我觉得没差，反正我看得懂。哎，真的这么听话的？没关系啊，你喜欢吃笔管面也可以买笔管面，我完全都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选的。我决定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决定那么快速。红茶跟奶茶呢？红茶，因为焗烤已经是 cheese，然后再喝奶茶的话应该会很腻，所以红茶要煮超久，真的，我没有自己煮过。我完全爱上这个发型，好喜欢。晚餐决定好了，太棒了，恭喜！这个发型很好看，谢谢。现在干嘛？我正在放空了。现在做什么好呢？我们现在做什么好呢？哦，我说我要用指甲的。可是你们会不会很无聊？会，一定会，没关系，到时候再用。来尬聊啊，好啊。今天还没有开启那个话题的那个点。还没有戳到那个话题点，所以就还没开始，是不是 ？Hello， Hello， 草莓酱，谢柠檬的爆竹，是，怎么办呢？还是就来，其实应该讲一讲就会聊到了，只是现在还没开始。等一下，等我一下。先开个话题，对吧？开什么话题好呢？差点。
岔气？我吗？什么岔气？哦，差点叫你岔气。没有啊，草莓酱。我有看，我在看，我想说，很长很长啊、哦，草莓酱这样子。需要确认一下，这样。节目预告 NG 片段 ，NG 片段呢、哦？我们上次拍的是，不行了，真的不好玩了。影片还没用好，对，嗯，太多太多，我还是觉得我的口红，四月想要用的口红色号，哈，我的口红都是每天看风格、看妆、看衣服颜色。是决定的，然后亮面跟雾面也是，都是当天想擦什么擦什么。可是我最常用的还是这支，这个是你看被我用到蜡茶，这个是平寒秋送我的，他因为他不太会用这个颜色的口红，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平常我就喜欢那种很红的颜色，所以对，所以他就说哦，这个可以给我。春妆搭的口红，春妆搭的口红哈，好像也是这支。我真的不太常换口红色号，因为这个就是很什么都很搭，然后擦起来也很白，巨好看。我手绘服装改动嘛，因为二月被我哦，对，我想改，可是我还没有定案。嗯，没错。我们之前是说什么一个动物装跟一个惊喜是吗？应该会维持这个设定，只是服装上我可能会再调一下。这双很红人，很喜欢呢、欸，而且我这是。还是比较喜欢雾面的口红，因为就是亮面的话可以擦给你们看，看起来像涂了什么油还是什么，亮面的话应该再等热一点，夏天的时候才会涂，夏天就是适合这样子油油亮亮的，对吧？然后偏橘色调，揪一口吗？其实都还行，只是日常的话，我也没有很喜欢用亮面，就是因为它很容易沾，然后很难顾。对，有光泽会更好吗？才符合我们吗？是这样子吗？卤豆干还不错，不会特别去点，但是我妈喜欢吃吧，所以很常会点到豆干。好粗好粗，不给揪，竟然有不给揪的，以后跟妈妈去吃是可以的，可是卤豆干也要看就是他们卤的好不好，我是喜欢吃的，可是就是有时候会不小心吃到那种没有入味或是什么就不太喜欢。汤卤跟干卤味我不太常吃卤味，但是卤味的话一定会点
百叶豆腐、豆皮、青菜，这三个一定会点，应该是。嗯，汤姆克，好 ，OK， 食人卤味是当然的，我没有吃过食人卤味，那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说卤，我没钱的话，我不会吃卤味，就直接吃泡面就好了，或者是去朋友去找朋友，因为他们宿舍都会囤很多泡面，没钱的时候就是找他们，不然就不要吃啊，其实也是还好，对啊，卤味，我就是觉得卤味没有很便宜，因为卤味你点你随便点一点就可以点到100多块，然后还吃不饱，所以要吃就是直接吃泡面。我上次有被一家卤味吓到，我就是点，然后点了之后点了4样还是5样吧，就快要200块，他说哈这是什么东西，饭量，对啊，饭量不多。跟你们再分享一个，上次去那个什么夜市，饶河吗还是哪里的夜市，然后反正就是有那种卤牛肉的摊子，专门就是只有牛筋那些东西，然后我跟我朋友就觉得那个很香，那个味道真的超香超好闻，然后我们就看很久，已经走了第二趟了，我们想说要不要买买看，然后呢想说好像可以买买看，我们就点了一个 Q 比较它有分口感，一个比较脆的比较 Q 的跟软烂的，然后我们点了 Q 的跟软烂的，就点了两个，然后就是一条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老板就切，然后称重，因为他写说什么忘记多少，然后39嘛，半斤39还是什么数字忘记了，反正就看起来应该也不会贵到哪里去吧。结果你知道我们就这样两条这样子360。我是吓到的，现在泡面也比还贵，但我就会吃最便宜的泡面，我会在想想白饭加午餐给多少钱，是这样子的，是超贵的啊，超贵。然后还好，我就跟我朋友就好，我们平分这样，可是它是真的很好吃，但就是真的是看不懂为什么这么贵。然后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他没有标示清楚的那种食物，我们不要买了。而且他们很多不喜欢贴价钱，就是不是那种一份多少钱，是称重或者是根本就不写。我真的是看不懂那个360，他的牛是外国来的吗？空白，你叫我什么东西？章鱼盘是什么东西？谁？称重的好讨厌。对啊，我是吓到的。但就是没有必要那个价钱这样子。不要乱买东西。买便当。没有我买便当我很会夹，然后呢那时候在学校学餐，我应该有分享过，很好吃，唯一吃过一次的自助餐，然后那样子才忘记多少，反正很便宜啦，就是我们拿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记得是很便宜的，然后它又很好吃。花莲
店也有那种称重的自助餐，很好吃，然后都不会贵到哪里去。哎呀，先把电话先转走。没吃便当嘞，好像很久没吃便当，在想晚餐要吃什么。还好公园不是称重吧？请问看表演称重进去是发生什么事情？带着林去吃各种料理，我也想，走吧。外面发生什么事？我现在要就是等一下那个Hello， 外面是发生什么事情？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什么那个是不是？是不是？我是不是就说我知道你们在干嘛？反正一起冷冻三个月就会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就说我知道？Hello， 很有事呢。西兰不在那说话。对了，大剑去哪里了？不会是忘记我的直播了吧？不好意思，是在直播剪指甲的张雨林。一起吃饮茶哦，饮茶是港式料理的意思吗？都快洗到没了，太好笑了，港式饮茶，最近都没有什么在品尝美食。你怕吃到指甲？不会啦，哪有这样子？不要紧张，好不好？底胶在哪里？魔术房子。学校附近没好吃吧？有，我们很常去吃那个火锅，小火锅，然后它是那种自助式的。它的甜点就是冰淇淋啊，然后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方块酥，不是那个嘉义的那个方块酥，是就是怎么讲，那个叫什么海苔，反正就是一个方形的海苔酥。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个也很好吃。然后它的价格没有说贵到哪里去，然后又就饮料好像没什么特别，就是可乐什么什么啊，它冰淇淋很好吃，对，反正就是那个是那家是我们学长姐什么大家都很爱去的一个店，所以也是。后来跟同学一起去吃才觉得哦好像还不错。然后学校附近还有什么？麦当劳吧，就只有这两个是不是常吃的，其他就没有什么啊。还有那个干面，有一家干面超棒，它60块，然后等一下
它好像一碗才60块，然后有菜有又有肉，它竟然有肉哎、欸，我真的是吓到，很厉害耶、欸。好，我会留心，拜拜，辛苦了。还有什么？我们学校里面的话，我那天吃了一个水饺，很好吃。学餐里面的水饺很好吃。肉燥以外还有多一个肉，对。它汤面也有肉，就是它很像拉面，它里面的肉是很好吃的，应该是叉烧吗？叫叉烧吗？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肉，反正就是两片还是一片肉，很厉害，60块。这样很便宜，对啊，是厉害的。Hello， 玄迷。我只吃过酸辣粉，没有吃过螺蛳粉。油也长，我今天去加油哦。好，我还没有接触到加油这件事情，就是加油都不是我需要自己加的，所以还没有那个概念。Hello， 握手就能长。握手就能长架是发生什么事？应该不会啦。Hello， 小明，今天造型很可爱，谢谢。今天是整理自己的一天，把我的睫毛重新的处理好了，然后现在在处理我的指甲，不然我的指甲每次都一直掉。就是没在顾。我觉得这个颜色蛮好看的，很显白。整理头发，没在用光疗好好保护嘛，就是它很容易掉，就是因为我不太，我前面的保养什么的不会没有很认真做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干皮啊或是什么，就它就会让那个美甲很不持久，就是随便一抠就会掉弄，然后也没有前阵子是没有时间再重新用了，不然就不会是今天弄了，是就刚好今天有空就来用一下。主要是今天的话题真的是找不到诶，为什么呢？Hello， 小泽。只是这个指甲油真的是偏臭诶，这个味道不是一般的指甲油的味道。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不好闻。看看。整理头发，什么手卷？什么手卷？哦，我手卷，剪头发什么什么什么，
这周也很平淡嘛，学校这周交作业，我们上礼拜拍了一个就是摄影课，然后要我们拍一支 MV 出来，然后就跟同学一起完成了。只是中间就是有很多小纠纷，也没有很多小纠纷，应该是说，就是多多少少会遇到那种不做事的嘛，然后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对，没错没错，轻轻出。不是啦，我们是帅气的，我们很帅哦。主要是刚好也遇到很厉害的同学，超棒。该呆累，呆累是什么意思？是还在思考要怎么处理它，就解决这个问题。哦，因为我觉得已经到大学了，就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还没有直接跟老师讲，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通常都是自己处理比较好吧，谁大学还在那边找老师打小报告啊，对不对？所以呢，还没有想好的情况下，可能就先是也不知道怎么办。主要是也没有，那时候也还没有时间在那边直接跟他讲说为什么不做事什么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就反正就是还没沟通好。笑起来什么东西？你要来处理哦，笑死！是也没有啦，就是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只是我们想要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哦，然后上礼拜就是跟朋友有一点点小小的微吵架啊，但也是让我们。彼此都学到怎么去沟通吧，因为我很不喜欢跟人家就是直接讲开，或是我会觉得应该要我自己想好最完美的解决方法之后再去跟人家讲开，可是人家就会觉得我很久，因为我会先装没事，毕竟我也不想要影响到整个群体的氛围嘛，所以还要在那边装没事这样子，但反正这件事情是处理好的，完美。他会忘记，他不会忘记，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巨尴尬，而我们两个刚好又是那种都不会直接讲出来的。踢出群组没有不行，这样子。我说的不是那个不做事的那个，是跟我最好的，在学校最好的朋友，所以就是。后来就约好说之后有什么事情就是直接讲开，这样。封锁他是不是幼稚？我是有想要讲开的，只是我还没想好怎么讲会最好。对，所以反正就是我之前就是那种不会直接讲开的人嘛，所以就我们上次是不是聊过这个话题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今天是下面的东西学习外公在玩，会，对啊，会还回来，所以对，而且重点就是就算是好，现在是两件事情在讲哦。没有做事的那件事情是我觉得没有到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就算少了他，我们的作业还是完成的很好，而且最后如果真的就是没办法的话，反正没有分数的是他自己这样。然后主要是当下，因为已经给过很多次机会了，虽然不是直接说，比如说
哦，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因为我很不喜欢直接发号施令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他自己也讲说他想做什么，可是他自己也没有做，所以偏麻烦。对，反正就是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差不多下个礼拜会解决这样。老师都看在眼里，没有老师应该是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讲。而且老师平常也不会知道谁有在做事，谁没在做事这样。这就是大学吧，可能也不知道，再慢慢想。没有事情是一拳解决不了的，哎，是这样子的吗？可能要两拳哦，啊，一拳超人来帮忙解决，什么啦？到底是什么？沟通也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东西呢。我就是那种很懒得沟通的人，我能自己处理好的就自己处理好，啊不行的就先忍着这样子，除非我忍不住了。说社会都这样，只是就是，多多少少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有什么事还是会想要先自己处理，对，感觉比较厉害一点啊，不是这样子，这哎不是这样的吧 ？Hello， 在搞乱交啊你们？照灯，照灯。明年重修还有个班，哈 ，Hello 小兰，默默带到山上，狗狗不在吗？对，狗狗不在，它是痛了什么都不知道，对呀，踢出去啊，小学的学生，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一直帮他，就是。怎么样？我会生气，是为什么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事呢？然后我又会想说，这个作业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说不定到最后他就会帮忙，他就会一起做事了。结果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帮人家找借口啊！我真的是很爱。帮人家找借口，但我其实跟他没有到很熟，而且之前有听说过会有这样的事情，但就是我选择相信了他，结果是我多虑了啊！但我还是会之后还是会这样子想，因为我就觉得还没有到结束，就是不完全代表他是一个不会做事的人，是不是？通常是这样想的，瞪大眼睛表情结束。谢谢小兰的幸运四叶草。原来 B B 不在家，对啊，没错没错 ，B B 不在家。谢谢小兰的行李箱。哦，尼克夏出了新的料，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件事吗？有个突然，因为我突然想到，最后再给他一个很快，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把场面闹得很难看什么之类的。这上礼拜没有讲过吗？应该讲过吧，类似的东西，怎么可以涂得这么不均匀啊？天哪！你就要饿肚子出门吗？我饿肚子出门，我可以自己去买啊。尼克夏吗？对呀、啊，好像是哦。出了新的粉饺吗？
我在班上有找到一个饮料同好，他也是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爱就是珍珠啊，然后 QQ 啊，然后粉饺啊，粉条什么的。然后我们两个每次都一起，就是只要有什么新的饮料就会推荐给别人，推荐给对方。然后口味也都很像，因为我们两个都喝无糖。对吧？没饮料不能喝那种。对，这就是我可能只能定居在台湾的原因。因为呢，我就是没有手摇活不下去，我没有办法想象买不到手摇的日子，然后国外又特别贵，这样没办法啦，真的没办法。而且手摇是你就算没有到一定需要喝，可是那就是一个精神来源，你的活力来源，是你好心情的来源，所以心情不好就是喝，心情好也是喝，各种点超过70元不会，除非它是我特别想要新去尝试的新的东西，像上次那个有一次茶汤会也是出了那个粉饺，然后是什么？芝麻，可是那时候好像也才点六十几块，但六十几块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贵的饮料了，巨贵耶！我是看不懂的，为什么饮料要卖那么贵？不就是个饮料吗？偏偏我又没有饮料不能活。但说不定如果饮料全部都涨到那个价钱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喝饮料了吧？不然我可能会破产，每天只能喝饮料这样。真的不行了，不要再涨价了。手摇就是便宜好喝就好了，对不对？干什么一直涨价，一直涨价？粉饺跟粉条比还是什么条状？可是我上次吃的那个粉条啊，不是粉饺啊，我之前知道的粉饺的口感，跟我后来那个茶汤会出的那个粉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能一直误会了粉饺的口感。粉饺的口感到底是 QQ 的还是脆，有一点脆脆的，就是我一直很好奇的点，因为上一次喝到的粉饺是不一样的口感。可是喝纯茶就没有喝手摇的必要了，我是这么觉得。还加一样不是？不能，哎，不行，这样子涨了一波，对啊，超悲伤的。两杯起跳，真的、哦，是粉粉，好哦。自己泡比较好喝，而且就是你如果要喝那种的话，你去买便利商店的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就不需要买到手摇，因为它摇了也没有意义啊，它摇了它还是一样的东西，跟粉茶哈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哦。12分了，我只画了一只手。我都给。谢谢微亮追踪。时间过那么快，对啊。其实要便宜买汽水最好。买汽水最好，2000cc 差不多10块。你是说大瓶的那种吗？可是那个要就是放在家里。对，但我最近很喜欢喝汽水，是真的，最近超爱喝汽水，就是气泡水也是，然后可乐也是。
会胖，但是就是最近特爱，超级爱。很解渴，对，我是这么觉得的。超商的红茶，哦，嗯，做孩子吗？跟我的嘴唇是一样的颜色。麦香是你的好伙伴，新的气泡饮，是哦。还有在用啊，我一开始是完全不喝气泡水的人，结果就是可能是被我妈影响吧，变得超爱喝气泡水。有新品，对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吧，粉饺，它好像叫什么蜂蜜什么什么的，不知道。气泡水直接喝零卡可，我觉得零卡可乐不好喝耶，啊，就是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因为我觉得可乐就是，我不喜欢它最后很甜的时候，可是它就是它零卡的那个有一个特殊的味道，我就没有很喜欢。卡路里对我来说。什么意思？什么卡路里这？气血都只喝沙士，哦，沙士也不错。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我们学校贩卖机里面的沙士吗？哦，可能因为沙士就是，我原本也比较喜欢喝沙士，为什么现在不是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沙士，它很前面喝的时候会很多，很大一口，全部都是泡泡的感觉。可是其实是有饮料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喝下去没有什么感觉，是吗？是这样解释吗？是它叫沙士的原因，是因为它喝起来沙沙的吗？甜味级别有点差距，对，就是。那个味道不太喜欢。你都没事没吧？嗯。哎，你又不用减肥，对不对？但我是不知道，我也没有在看卡路里的。我们刚才讲什么去？沙士，嗯，对，就是可乐的话，喝起来就是直接就是可乐的饮料，然后很气很气这样子。可是沙士就会先一堆泡泡，然后喝到最后也没有到很气的感觉，是吗？还是只有我这么觉得？我也不知道。加点盐巴沙士更好喝。现在不是有直接卖加盐的吗？是不是？喝气泡水有啊，梧桐号的手摇是豆浆的。我有喝过他们家的，但是我还是偏爱的就是一般的珍珠，是好喝的，
但就我喝饮料，我就是想喝珍珠。啊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意思？新的吗？绿茶冻哦，绿茶冻好喝，杏仁冻也不错，但我还是喜欢珍珠，没有人能比得过珍珠。是，我是珍珠爱好者，而且我的在学校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他跟我一样，就是巨爱喝饮料，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共同的珍珠爱好者，所以我们两个应该改名，一个叫珍珍，一个叫珠珠，可是我的名字好像就没有变，因为我是猪猪。纤维的汽水应该，可是我也不喜欢那个，因为它也是有一个怪味。冰摇绿茶是什么？可不可吗？某家很贵的。真真不是对，没有啦，就是，反正我就变成猪猪了这样子。我只知道我现在在学校，大家都叫我特务 Q 哦。我上礼拜有讲过吗？就是我发了那个特务的那个文之后，我的同学现在都叫我特务 Q， 然后我也习惯这个称号了，不然就是 AK 四七。一些除人物，一些枪战的，蛮好笑的。我是你的珍珠，怎么没有干你？为什么呢？为什么 ？Why？ 哦，这是加固，根本就吐错了。特务发好少，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拍的照片巨丑，我是难过的。我也想多发一点，但是就是我觉得好丑。四月星座好哦 ，no， 哦，这个就。你们就等四月的出来，就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反应。特务跟空姐一样身高要求，好。好期待吗？是还不错啦，我觉得蛮适合我的。只能这么说了。通常腿要长，对呀。儿童节对吧？不是。哎呦，不用这样猜嘛，是不是？嗯，不用这样子猜嘛，对不对？到时候就知道。清明节升血，然后我说很适合我，请问你是在 Hello？ 那一定不是适合我。可能是适合谁呢？我还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手看得到骨头了啊，看不到，为什么你们看不到？这个美肌太严重，哈，我不管，握手会的时候给你们看，巨久哦，我手看得到骨头是个奇迹耶，日丁腿长对吧？
还是只有儿童节是？哪有啊？说不定就不是节日哦。不管了，到时候就知道了。金刚狼，又有旋转木马出现。没有，这次可能是那个宝宝喜欢做的那种投十块钱然后会唱歌的那种摇摇椅，那个也很可爱啊。可我没看到，你说我的骨头吗？为什么今天找不到？他知道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骨头，然后就不出来了，是不是？算了，很有趣，他是捷星专场。哎，我那天出门我才遇到一个限重30公斤的，请问那个是怎样啦？为什么要欺负我嘞？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欺负我们 ？Why？ 算了，我现在就先涂好一只就好了。30公斤，对啊，就是真的只 for 小孩子玩的，悲伤啊，悲伤 ，so sad。就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就是带一下这样子？是不是很好玩？那看起来就很好玩，它是一个小车车，两台才行。一台半就够了啊！现在没有那么重，好不好？是不是？说一台大，对呀、啊。看看，好了，我们先涂好一只就好了。满27分念吧，大只。是这样子的，这样子这么有什么？这样子算什么风格啊？我的天哪！想投10块摇一下回来，对呀、啊，都没有顾到像我这种幼稚的大人，不行哦，不行哦，很不优哦，对，天哪，别闹了，各位。真的别闹了，100元吗？是怎样付赔偿费是？赔偿费应该不止100哦，好好笑。你有没有兴趣？没有，对不起，因为我的口罩永远都是只有黑色。对，没错，我口罩就是一成不变，只有黑色，只戴黑色，黑色百搭，又显瘦，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口罩颜色，不需要再尝试新的颜色。巨爱哟。是什么鬼？超好笑！好，我们来念榜。念榜时间，我看看。OK， 第10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9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8名是星颖，谢星颖。第7名是周颖，谢周颖。第6名是燕，谢谢燕。第5名是 Sparky， 谢 Sparky。第4名是小蓝，谢小蓝。第3名是黑流星，谢黑流星。第2名是麦麦，谢谢麦麦。第1名是孝贤，谢孝贤。OK, OK.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谢谢你们。画点图案不是很，什么东西在哪里画图案？在哪里画图案？七天好姐，怪怪，真的怪怪的哦。截个图。口罩上了，哦。OK，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下礼拜是 reset 公演，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荧光棒，还有应援扇，跟我们一起开花花 ，OK。OK， 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拜拜。下次播的时间就是可以看官网这样子。